就我们兵哥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啊！祝关国总队也是越办越成功。谢谢。感谢兵哥的大力支持。必须的，我们都是贵宾人。那兵哥一直默默的支持。今天呢，我们必须要在兵哥前面搞一些唱歌跳舞，然后我们附近的朋友赶紧来我们兵哥这里吃小龙虾。咱们兵哥呢，他不单单做的是一个美食，他做的是一个爱心的一个事业，一个对社会的一个责任。向兵哥学习。还有客人吃了饭之后，就是可以喝多两杯一个红的。就是这个 KTV 是，就是客人来了这个可以吧？关哥，你在这这么凉快，你还穿这个衣服来？哎，没有他，没养生，没礼貌。本来要搬沙发在那边那个箱了，很久没有了，因为由于那个，因为那个人家啊，那摆十多桌，我们摆不下，就把这里弄出来，就摆了一小桌。啊，就是二楼上面。就上面我们。不？不是那种人就是下话。要不让丁少爷要不唱歌去？嗯，先到先到。我准备把那个格局拆掉，准备重新装货，要装多两个喇叭嗨起来那种感觉。哦，现在都很厉害的不？还要装啊？还装啊？还不行啊？这样就行了，放在这里。一直吃都有的，天哪！多少啊，大斤啊？3斤。正常是大斤一斤这种。这种比较贵。26斤白斤。猪啊！哦，这么贵啊！先生，这个得十块钱。我们一个分卖。